月美人公湿地生态公园，哇，宛如天空之境，好漂亮的落羽松林道，美景如画呀。嗨，我是 Jennifer， 桃园大溪的月美人公湿地生态保护区，而且呢2023年被票选人气最夯的落羽松生态公园哦。哇，这边还有 U-bike 可以骑。哇，天气这么好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就提早出来走春。所以啊，年末冬季就是到处去追落羽松的好时机啊。这里有十座生态池，随着四季的更迭变红变绿，上百棵的水生落羽松，让你一次看个够，到此一游绝对值得的。好特别的装置艺术啊，不过这是什么呢？有点看不懂。这里的落羽松面积高达3公顷，而且是水生落羽松，倒映在波澜的水面上，宛如颠倒世界，简直美呆了。这个风景区人气真的很夯，刚刚在停车场起码超过10辆的大型游览车，现在已经是想尽办法避开人群，选择各种角度拍呀。落羽松的梦幻湖，绝美的倒影，有如人间小仙境啊，树影倒映在湖水中，超美的必拍，是超夯的打卡景点哦。这里的疗愈水山林景致真是让人流连忘返啊。其实园区呢蛮大的，在不同的时间来欣赏都会有不同的颜色变化，是一个很棒的桃园落羽松景点哦。曾经被誉为桃园落羽松秘境，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，因为太多人来了。这里一共有10个生态池哦，园区绕一圈，今天的运动量就足够了。没办法，今年就是暖冬啊。
个景点山猪湖生态清水园区等等去看看。大溪一日游，可以规划月眉人工湿地生态公园，还有串联山猪湖和国家一级古迹李腾芳古宅。这里的步道平缓好走，相当适合亲子休闲漫步，也可顺道呢到大溪老街吃美食哦。如果时间碰巧的话，每年十一月中旬会举办的大溪花彩节，这样一整天玩下来就更多彩多姿喽。好有趣哦。做是菜卷啊，这一个多少？好、哦、好，来几个？两个。扁扁的这个是小小量，这样虾饼哦，那一个多少？十五。哦，那个偏小。嗯。来，虾饼。这个是辣，地狱辣虾。放了酥酥脆脆的，蛮香的。这个是月亮虾饼，还是菜更好吃。这摊就在停车场旁边，生意超好的，好多人买哦。我们也是看很多人买才跟着买的。
我们现在来到山猪湖生态清水公园。东庄吊桥，这吊桥是2012年1月20号启用的哦。用一年了，目前是全国最长悬索式吊桥，主要是连接大汉溪两岸的自行车道，提供了行人与自行车通行，全长有419公尺，宽度2.5公尺哦。拍摄的时间是在1月初，据说呢前上星期天冷的时候落雨松变得很红咯，觉得其实这里风景很好，感觉就算不是落雨松季节来，如果骑个单车散步再去大溪老街狂吃，觉得啊也是休闲放空好去处啊，而且啊这里的停车很方便，免费也免门票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